虾鳗，这是我们家的大鱿鱼，特别好吃，这一条还不到10块钱。真的假的？你不信，下边我们有小黄车。哎呀，大娘，你咋这么豪横呢？吃这么多鱿鱼。小伙子，大娘一点不豪横，你看看，大娘家有船，是渔民，我这一条啊不到10块钱。真的假的？这一条鱿鱼还不到10块钱？我不信。你不信啊？小伙子，你看一下，我这一包里都是2条了，回到家里加热就可以吃了。今天呢，我给你是6包，12条，喜欢呢，下边有小黄车。哎，家们，海鲜小锅又来喽。嗯，我们家的大鱿鱼还会拉丝的，看这个是它的头，太好吃了。我这一条啊才几块钱，家们不知道你们想不想吃。嗯，特别好吃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哈，看看我这一包是2条，今天哈、啊、你们想要的我一箱是5包，是10条。家们，今天你们想要的我再加你们一包，是12条，是不是才几块钱？想吃的可以来一份。家们，你们好了，你看着没，这是大娘家的鱿鱼。大娘也没有什么文化，也不会说，大娘就是个实在人。这个鱿鱼都是我们家每天现做现发的，你们回到家里加热就可以吃了，放心的吃。我这一条啊不到10块钱，我这一包是2条，我这一箱呢给你5包，我再给你加上1包，6包，喜欢下面有小黄车支持一下。哎呀，大娘，您吃的这啥呀？这是我们家的香辣大鱿鱼，小伙子喜不喜欢吃？喜欢倒喜欢，这应该很贵吧？不贵，一条不到10块钱。真的假的？小伙子，阿姨不会骗你，因为阿姨家是个渔民。你看一下子哈，我这一包里头是2条的。今天你上阿姨直播间，我给你这样6包，12条。哎，海鲜一小块。看看，这是我们家的香辣大鱿鱼。家人们，特别好吃，还有会拉丝的，而且特别新鲜。这个回到家里加热就可以吃了，我这一条啊还不到10块钱。你们看一下吧，我这一包里头是2只的。今天你们上我直播间来，我这一箱是5包，10条，我再给你们送上2条，喜欢的来一份。家人们，你们刷到我别走开，看着没，大娘也没有文化，这是大娘家的大鱿鱼，特别好吃，你们回到家里啊加热就可以吃了，都是我们家每天现做现发的，用高温杀过菌的，你们放心的吃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我这一包里头是2条的。今天你们想要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我这一箱是5包，我再给你1包，6包，喜欢下面有小黄车支持一下。哎呀，这是啥呀？怎么还可以拉丝啊？这是大娘家的香辣大鱿鱼。哇，看起来感觉好好吃的样子。这一条得很贵吧？一条不到10块钱，小伙子，回到家里加热就可以吃了，你不用担心不会做。阿姨，那你给我介绍一下。来，阿姨给你介绍一下吧，我这一包里都是2条的。来，我这一箱5包，今天我再给你们送上1包，哎呦，12包，哦，送上1包，6包，12条，喜欢下面有小黄车。哎呀，大娘，您吃的这啥呀？小伙子，你看，这是我们家的香辣大鱿鱼，回到家里加热就可以吃了。哇，这么大的鱿鱼，一条得好几十块钱吧？一条才几块钱？真的假的？这一条才几块钱？小伙子，你相信大娘？你看看，大娘家是渔民。你看看，我这一包里的是2条，来，我这一箱啊，满满一箱是5包，10条，今天。想要的，我下边有小黄车，我再给你送2条，12条。
好嘞，我去下一单。哎呀，大娘，您吃的这是面包吧？怎么这么像面包呀？小伙子，这是我们家的鱿鱼，特别好吃。哦，这是鱿鱼啊。嗯。这鱿鱼怎么卖的？这么大？我这一条啊，不到10块钱。真的假的？这一条还不到10块钱啊？真的，小伙子，如果你想吃，大娘给你介绍一下。行，给我介绍一下。你看看，我这一包里头是2条的，今天呢，我给你们这一箱吧，是5包10条，我再给你加上2条，12条。喜欢，下面有小黄车。好。哎呀，阿姨，您吃的这大鱿鱼也太大了，太香了吧？而且还是新鲜，这一条啊还不到10块钱了。真的假的？这一条还不到10块钱？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小伙子，看看，我这一包里是2条。今天你来上阿姨直播间来，阿姨啊，这一箱是5包，是10条的。今天我再给你送上一包，12条。行。刷到我的家们，你们别走开，你们看着吗？这是大娘家的鱿鱼，特别好吃。大娘也没有什么文化，就是呢，大娘说句真心话，大娘家的鱿鱼每天都是现做现发的，你们放心的吃。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我们家的鱿鱼这一包是2条的。今天呢，我给你这样5包，我再送你一包6包。喜欢呢，下面有小黄车，支持大娘一下，想吃来一份。家人们，这是我们家的大鱿鱼，这回到家里加热就可以吃了，是熟的，特别好吃。这一条啊，不到10块钱。来，我这一包里头是2条，我这一箱5包。今天来我直播间下单，我下面有小黄车也可以来，给你6包，是12条。